们即将离开母校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带着母校的温度，牢记母校的教诲和嘱托，不忘在母校业已建立起来的文化情怀。希望你们继续的用全部的身心去感受艺术，理解戏剧，接触人类最深层的情感。不管你们在哪里，不管你们是否取得成绩，只要是你们在外面走累了，就回来歇歇脚。我想念一段对母校的深情告白，这告白或许只有咱们中戏人才能完全听懂。这是六月的离别，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。回想当年刚接到中戏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，我像一只热铁皮屋顶上的猫，激动地上窜下跳，心想着我就是那上帝的宠儿。如果有一天死神摊牌向我发出绝对信号的那一刻，我不会灵魂沮丧，我要变成一只鸟，因为我要飞过原野，飞过洒满月光的荒原，飞到中国话剧的中国热潮，因为中央戏剧学院是我永远的家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